台湾是世界民主链的亮点，民主台湾的光荣时代已经来临。跟全球民主国家肩并肩，形成和平共同体。Taiwan is a place of courage, confidence, and unwavering resolve. 产业要大展身手，做世界繁荣的推手，让台湾每前进一步，世界就向前一步。台湾都一样响亮。